大家好，我是思米啊。这是这个月将送出的礼品，也希望今后各位小粉丝可以继续支持我。希望大家可以按下订阅和小铃铛，拜拜。你们谁有玩过酒剑卡？怎么是光哥？好，就你这天火，我给你刷几个鱼丸还是可以的。鱼丸，兄弟，办张卡呀！我操，鱼丸他妈的也太他妈过分了吧！马上我就办，马上我就办，等会儿，等会儿啊，打完我办。到底是什么事吗？你他妈的！哎呦，我日你娘！没办法了，我操！怎么地了？操，买活更没办法了。哎，追，马上，六秒有大。给，OK，知道了，OK，知道了，兄弟们。可以，等一下仇恨，可以，别死。狂住，有天火。中路耗一下吧，感觉他们现在搞不过他们了，有小兽人。操！你得搞我呀！你妈的！给炮车加，给炮车加，给炮车加，加地，给炮车加地。啥？炮车加地。这谁？这个炮车。哦哦哦！就车就行了嘛，非得说个炮子，兄弟。他就是炮呀，兄弟。他就是车呀。哎呦，算了，不要。Why to give？ 白给，操！学到了，学到了，学到了。我操！你这他妈能反杀，我他妈也是服了，兄弟。先知有飞吗？飞回去 A 他两下死了，他要 T 了。还他妈炮车呢，兄弟！听到你直播了，你就这么喜欢泡吗，兄弟？可以，泡个鸡，那就泡车。他妈躲天火，躲你妈天火！操！兄弟，我刷了卡了，看到没？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谢谢你刷的卡，好吧？谢谢你这个币刷的卡，兄弟。我被修了呀！你妈逼躺赢，我操，可还行？躺赢还不好，你他妈躺赢100局不就7000了？不好呀！哎，那你换个想法，你想我这个坎儿好吧？多少个迷妹梦寐以求想让我带，但是我没有，我带的是你们这些男孩子，对吧？是不是感觉很有荣誉感？什么什么？你说啥？老子没听到。我说我这个坎儿，多少个女孩子想让我带，我都不带，我带你们这些男的。滚滚滚滚！他妈信你这大猩猩说的话！你这他妈也太牛逼了吧，兄弟！你他妈可真的脏，戴个眼小眼镜，我操！
你妈逼呀、啊！我操，戴眼镜还脏了，我他妈直播间多少个戴眼镜的，我这拿到他戴眼镜的桌子去了，好吗？他妈烦着我了！你们这些男生好讨厌，天天叽叽叽叽的，人家喜欢大鸡巴。哈哈哈！小眼镜是大鸡巴，叫他干你！哎呦，我又死了！你妈了个逼！啊，我操！哎，除了 BKB， 除了 BKB 结束了，结束了，他妈吃饭了，不 BKB 了，干干干！光看，看奶子，你看，哎，哦，对，我充钱了，对，充钱。哈哈哈！哎，不是，你是捏着嗓子说话，还是开着变声器啊？我能问一下吗，兄弟？他用黑木耳说的话，这逼小黑嘛，小黑就黑木耳嘛。对吧？没有没有，我只是把鸡鸡拆到肚子里面，然后说话的。好萌啊！我操，硬啊！活了呀！我操！给力给力！看到看到看。哎，好跑！我这局会不会被判定挂机啊？我操！哎，隐身隐身隐身。大号能不能加？给句痛快话！啊，等我打大号的时候，你再看我就加你，好吧，兄弟。谢谢八叶一刀送的飞机，谢谢。不会，我只能告诉你不会。七点。然后去，你待会拿家里吃还是饭？都行，怎么了？然后一起去吃饭。可以啊。我屌你妈！对。屌你妈！这阵容，你他妈的要是把影魔打炸了，他妈的第一个晚上叫上夜魔小白来找你，你是人都没了。没刀，兄弟。你没刀不是正常？我操！我没刀正常吗？我觉得不正常。这影魔玩的不错的，
操你妈的，有野！没事，走就是了，这方走。啊！我操了，奶棒有吗？奶棒有吗？哎呦！我操！他 PKB 了！能进去跳舱吗？有跳舱吗？对，捡了走，捡了走，快走快走，快走快走。有尊严没了，把符吃了吧，把符吃了带下线吧，这个盾没给对面。能飞，我飞后面了，飞过来了，飞过来了，人都齐了，白天他们没有到，先撤一下。能来吗？撤一下，散了，人散了，唐熙。他没关回药，跟着走。棒子，棒子，棒子，拉走，棒子，棒子拉走。睁眼，睁眼，睁眼。
退出啊，退出啊！剑圣靠过来，救一下剑圣。能买，别管我，能买，走吧，都走。完了，又暴尸。好几个票！哎，我操！我上十二点。走走走走走，打不了，打不了，打不了，炸了！快走！快走，快走！哎，我操！小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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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守家，别在外面打。这塔割了吧，回来，这塔割了吧，基地吧，守基地啊。守基地，守基地，这塔割了，不要了，买出来，能买的买出来。割了，割了！来了来了来了，好，两个大鱼死了，炸了，炸了，哦呦，死爆死爆死爆，
加恨，倒背如流的咒语。好，三阳化肉，速度。来人了！天黑见主，白昼通老哥。奥数宝典，到三阳之眼，无心为大号，老姐是真正的花术。走他出来呀！牛逼兄弟，牛逼 ，nice nice。他给了我多少钱啊？这个自傲术，好出点。我说话没你小吗？怎么卖不起，陆天神？要不帮我安一个麦克风呗？我这麦克风好像也不太行了。换了台电脑，我靠，也不是换了台电脑。